好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肝脏喜欢的两种食物，经常吃一点养肝护肝，很适合冬天吃哦。那是哪两种食物呢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。牛蒡，牛蒡在生活中很常见，它含有较多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，而且还含有丰富的牛蒡带水脂素，能促进肝脏排毒。那经常用牛蒡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柠檬，柠檬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功效。除此之外，柠檬还能加快身体新陈代谢，能帮助身体排毒。那肝不好的朋友经常用柠檬泡水喝，能帮助肝脏减轻负担，也有养肝护肝的作用。得啦，就叭叭这些吧，大家。